AI 让我们变得越来越聪明，还是越来越笨呢？大家好，欢迎回到《宋鼠新语》。今天啊，就想和大家聊一个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可能思考过的问题，就是从2022年11月吧，就是 ChatGPT 发布以来，生成式 AI 啊，已经快三岁了。它深刻的可以说改变了我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方式。 那么我们用它在写邮件是吧？做规划，甚至寻找答案，包括我写提纲。但是一个核心的争议啊，始终存在，就是 AI，它究竟让我们变得更聪明的强大工具呢，还是让我们变得更懒，甚至更笨的这么一个捷径的？那很多人担心啊，过度的依赖 AI，会不会导致一种普遍的智力下降？尤其是这种批判性思维能力的这种衰退？哎。 如果学生过早的啊、过量的使用 AI，会不会啊？他们是不是还愿意进行艰苦的这种独立思考呢？呃，这个问题啊，MIT 啊，就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的科学家们啊，给出了一个迄今为止最深入的回答。他们啊，发表了一篇名为《你的大脑遇上 ChatGPT：使用 AI 助手写论文时的认知债务的累积》这么一个研究论文。今天、啊、我们来。 深入的学学这个研究啊，并结合一些批判性的观点，哎，共同探讨一下 AI 在认知领域的真实影响。首先啊，我们看一下这项研究的背景啊，它的主要作者是 MIT 媒体实验室的娜塔利亚，呃，孔米安娜博士啊，她在人机交互和认知科学领域啊是有深厚积累的。那这项研究啊，它不是空想啊，它是进行了历时四个月的，应该说设计比较严谨的真人实验。 研究团队呢，一共招募了五十四个来自哈佛、MIT 高校的成年参与者，并且他们随机的分成三组。呃，第一是 LLM 组，协作的时候啊，你只能使用 ChatGPT；第二个呢是搜索引擎组，可以使用谷歌这些搜索引擎，但是禁止使用 AI 聊天机器人呵呵不让用 Gemini 啊。第三个就是纯大脑组。 不能使用任何外部的工具啊，完全依赖自己的知识和思考。那这四个月里边啊，每一位参与者都要完成三篇指定题目的论文。研究团队啊，通过这种三种方式收集数据：第一是脑电图 （EEG） 啊，全程佩戴这个脑电帽，嘿嘿，实时监测大脑活动，衡量你的这个认知的参与度；第二呢是自然语言处理。 就是 A l P 对每篇论文进行语言学分析，看它的内容、结构和用词特点。第三个就是访谈，每次实验之后呢，都要问一问参与者，了解他们的感受啊和策略。那当然，这个实验最精妙的设计在于第四期啊，研究团队啊让参与者角色互换，哎，之前一直用 A I 的 f L M 组。 这次必须纯大脑写作，呵呵而一直纯大脑写作的参与者呢，这次可以使用 AI。那这个设计啊，就给我们揭示了 AI 的这种长期影响的关键线索。那么这项研究最终发现什么了呢？可以说结果是非常震撼的啊！第一个就是大脑啊偷懒了，哎，这种认知卸载的现象非常明显。EEG 啊，就是脑电图数据显示呢。 三组大脑的活动模式是截然不同啊，大脑网络的这个连接强度和认知参与度啊，和外部工具的支持程度完美的成反比。那纯大脑组呢，它的大脑活动最强，网络连接最广泛，他们的前额的前额叶皮层啊，就是负责规划和决策的，和顶叶、颞叶啊这些之间表现出极强的协同工作。 这说明他们进行了最高强度的内部思考。那 L M 组啊，它的大脑网络连接是整体偏弱的，就是说，就证明了什么呢？认知卸载啊，那么它确实存在，而且大脑呢，把本该自己完成的这种思考、组织、构思这些繁重人物啊，都外外包给了 A I 了。呃，第二个呢，就是记忆变差了。 就是浅层处理啊，导致遗忘。研究中最具说明就是说服力的这种行为学表现呢，就是关于记忆。在第一期实验之后啊，哎，研究人员呢让参与者引用一句自己刚刚写的论文里的话。那在这个 LLM 组啊，高达百分之八十三点三的人表示很难或者无法引用，也就最终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正确的引述。 相比之下呢，纯大脑组和搜索引擎组，只有大概百分之十一的人表示有困难，并且大部分人都能正确使用。这说明什么呀？说明 LLM 组的参与者，你虽然完成了任务是吧？但是信息啊，并没有经过深度的这种编码，哎，所以呢，没有真正成为他们自己记忆的一部分。他们更像一个就 copy paste 啊这么一个中转站，而不是知识的这种内化者。 第三呢，就是文章变味儿了啊，所有权感的这种丧失啊，和内容的同质化。访谈显示呢，L、R、M 组啊，对文章的这种主人翁意识是最低的，很多人啊不认为这是自己的作品。哎，而两位参与评分的人类教师啊，也给出了有意思的评价，就是 AI 辅助写出的文章啊，虽然结构和语言可能。 啊，更加规范，但是读起来呢没味儿，没有灵魂 s o l l l e s s 所以呢缺乏个人的见解和创造性。所以 NLP 分析啊，就是也证实这一点，就是 LLM 组写出的这种文章啊，在用词、句式甚至观点上都高度相似，出现了明显的同质化现象。所以基于以上发现啊，MIT 的研究者就提出了一个核心概念：认知债务。 什么意思呢？就像金融债务一样，是吧？你今天借钱消费，你未来你是要连本带利还的。出来混，早晚是要还的，是吧？认知债务啊，就是指呢，我们反复的使用 AI 这样的外部系统来代替需要付出努力的这个认知过程。短期内你确实轻松了，但长期来看啊，这种认知捷径会损害我们独立思考、批判性的这种探究和深度学习的能力。那么第四期的角色互换啊。 这个结果呢，也似乎证实了这一点。所以，当习惯了 AI 的参与者，就是 LLM to brain 被要求独立写作的时候呢，那他们的大脑的网络连接强度啊，远低于那些只练习了三次的纯大脑组。他们似乎欠下了认知能力锻炼的这个债。当需要独立思考的时候呢，无法调动去同等水平的大脑资源，他懒了。那这个结果是最终答案吗？ 所以这儿啊，我们啊，我也看了一些其他文章的观点，呃，那么有的呢对这个论文啊还是提出了一些批判。他认为啊，认知债务的结论啊可能源于这个实验设计的特殊性。首先是熟悉效应，就纯大脑组连续写作三次，大脑的活动增强，可能只是因为他们对任务越来越熟悉，啊，找到了更高效的这种策略，这是一种正常的练习效应。 不一定完全等同于属于认知能力本质的提升。你写了三篇论文，你你就能力全上去了。另外一个啊，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实验次数不均等啊。当 AI 组在第四次首次尝试独立写作的时候啊，他们只做了一次，而如果仅用这一次的生疏表现去对比别人练习三次后的这个熟练表现啊，这个是不完全公平的。或许呢，如果给 AI 组三次独立写作的机会，哎，他们也能迎头赶上呢，对吧？ 那么另外一个呀，就是我们想起了一个绝佳的对比，就是计算器。那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啊，计算机刚刚普及的时候，人们就担忧啊，和现在是很相似的，学生会丧失心算能力，是吧？他们会变笨的。但是结果呢，教育系统啊，并没有禁止计算器，而是提高了标准，数学题变得就更难、更复杂。学生不需要，呃，把认知能力浪费在这种繁琐的笔头上啊，而是。 用计算机做工具去解决更高阶的这种抽象和逻辑问题，所以这就是 AI 带给我们的这种挑战和机遇啊。在 MIT 的研究中啊，AI 组写出的文章呢被评价为老套、没有灵魂。那可能啊不是因为他们能力不行，而是因为任务的标准太低了。他们只是用一个强大的新工具去完成了一个五年前的旧任务。啊，这个就让我们反思呢。 当前 AI 革命的核心可能不是工具本身，而是我们使用这种工具的方式啊。呃，我们正处在这场 AI 革命中，它的技术基石呢就是2017年谷歌提出的这个 Transformer 的架构，它奠定了我们说大型语言模型的基础。而引爆点呢，就是2022年11月 OpenAI 推出的 ChatGPT。 那么，它让我们普通的老百姓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生成式 AI 就 generative AI 的这种威力。所谓生成式 AI 啊，就是能创造全新的内容啊，包括文本、图片、代码、视频等等。这个 AI 随后 c h a t g p t four 这种更强模型的出现，把这种革命呢就推向了更新的高度。那现在啊，我们就回到最初的问题：AI 究竟是好是坏啊？ 嗯、MIT 的研究啊，它告诉我们的，当前的认知任务和教育框架下，不加批判的使用 AI 啊，确实存在损害我们认知的能力积累这种认知债务的风险。它可能导致什么呢？叫原认知懒惰啊，metacognitive laziness，即我们放弃了对学习过程的这种监督和反思。而这个现在很多的评论啊，就提醒我们的。 问题可能不在于工具，而在于使用工具的人或者系统。因此啊，我觉得我们如果客观中立的评价，就是 AI 本身，哎，它是一个强大的效率工具，它能将我们从低层次重复性的脑力劳动中啊解放出来，让我们呢能投入到更高阶的这种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中。当然了，这种潜力的发挥呢，取决于我们如何提高标准。 我们需要设计的不再是说，请写一篇关于幸福的论文啊，你幸福吗？是吧这样的任务，而更可能是呢，请使用 AI 来分析三种关于幸福的哲学观点，并结合你自己的经历呢，提出一个啊整合性的新论点，并且准备接受口头答辩。所以啊，学习使用 AI 正在成为我们这个时代一项新的核心的素养。这个包括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你知道何时。 该用和是不该用，把、啊、重复性的任务呢外外包给 AI，但保留需要真正创造力和批判性思考的这种核心环节。再一个就是你要学会如何提问，就 prompt engineering，向 AI 提出高质量的问题，引导它给你有深度的个性化的答案。再一个就是保持批判性的验证，永远不要盲信 AI 的输出啊，要把它当做一个需要被审视和验证的初稿。 或者建议，所以最后啊，我想用一句话来总结，就像我们，呃，因为呃，没有因为计算器而放弃数学哈、啊，而是迎来了更高阶的这个数学教育一样。AI 的出现啊，也不应该让我们放弃这种独立思考，相反啊，它要求我们成为更聪明的这种提问者，更敏锐的辨别者，以及更深刻的这种整合者。所以未来呢，你懂得如何使用 AI 啊。 驾驭它的力量，同时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将是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学习的一课。所以啊，生活在 AI 出现的时代，你很幸运。谢谢大家，你有什么想法呢？可以评论留言。我们下再见，拜拜。